欢迎你来到陶酱的频道。今天我们就围绕蓝白这两个元素进行一个穿搭视频。OK， 一起来吧。这个是一件非常大非常长的衬衣，当时我想的就是把它当成裙子来穿，不合时宜的推荐了夏装，因为这件衣服非常好看，而且它也很符合今天的主题，我就擅自做了决定。我之后肯定会出一期关于毒枭风的夏威夷衬衫怎么去挑选，现在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个方法啊。你看这种花衬衫，特别是像女生的话，类似于这种古着衬衫，一挑不好就显得很老气。但是呢，我有一个方法，一个小小的方法要提前透露一下，它是上面很多图案，下面是有留白，然后这件衣服上面是留白有花纹，然后下面是很深很深的图案。找到规律了吗？这种东南亚风格的衣服，它上面的花纹一定要选那种比较稀疏的，它也可以很大可以很小，但是千万不要买那种密密麻麻的，一定要有一个它的纯色的部分，一个上松下紧或者是下松上紧。女生的话穿这种风格，选这种衬衣一定要掌握这个方法，特别好穿，特别好搭，这是我对花衬衫的一个选择的方法。我们继续来说这件衣服啊，它上面就是一些印花，下面就是一个渐变色，下面是深蓝，然后是浅蓝，一直到白色。它的面料是聚酯纤维，它款式就是那很正常的什么爸爸呀爷爷呀外公啊，他们都会穿这种款式。袖子还蛮大的，抬起来的话会有一点点会走光，所以说里面一定要穿一个抹胸。它除了花纹以外一无是处，它的扣子是非常普通的那种塑料的，然后小扣子上面还有一些线头，就是基本的衬衣后面都会有一个褶皱，会让你穿得更加的宽松，没有那么的紧绷。它里面是这样的，就是白白的，里面也没有内衬，它是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的弹性。这件衣服很薄，我建议春天就不要穿了嘛，如果你不是在海南呀、广东啊，可能现在都不能穿这件衣服了。洗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分颜色啊，就是浅色系的在一起洗。如果你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孩，你可以比如说扎两个双马尾啊，或者扎一个单马尾啊，背着一个双肩包，扎着一个小皮带，扎了皮带以后它就变成裙子了嘛，就是那种清新萌，穿那种到小腿的白袜子，穿一个小凉鞋，好看。这个款式我是很早以前买的了，好像是下架了现在，不过好像有同款。之前不是很流行什么可盐可甜，可能这件衣服就是所谓的盐吧。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非常甜美系、欧美系或者是非常日系，或者我不知道很多很多风格，如果你定不了位的话，其实可以穿这种有点偏中性的中性风的衣服。我不知道对男生是什么感觉啊，如果有男生看我的视频的话告诉我一下，就是他们觉得中性风的女生是什么样子。反正我一看到中性风的漂亮小姐姐，我就会觉得哇，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无法无天的女孩子呢，就很好看。好，关于蓝色的穿搭，它下面这一节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就说上面这一节。它整体的蓝色其实是有一点点带灰调，像这种带一点点灰调的蓝色其实是很适合很适合黄皮和黑皮的。对，你没有听错，蓝色也有适合黄黑皮的。读大学军训的时候很卖力，所以说就晒得黄的要死，那个时候就很拒绝蓝色，我觉得蓝色不是我的颜色，而且我觉得蓝色如果穿得不好的话就很土，特别是粉红色配粉蓝色这个鬼配色真的是受不了。我也是因为后来坚持美白才重新爱上蓝色的。第一种蓝就是空气蓝，空气蓝就是浅色系的蓝色，然后第二种蓝就是我说的这种带灰调的蓝色，第三种是牛仔蓝，然后第四种就是骚蓝色。灰调的蓝色是很适合黄黑皮的妹子，但是也要有搭配的方法，纯色的灰蓝色是很显脏的。如果你想要追求你搭配出来你的肤色很健康而不是很暗沉的话，首先要遵循一个法则，就是不要去顺色。你穿着一个灰调蓝色的衣服，然后再穿一个灰调蓝色的裤子，全都是一个颜色的话就不太好。现在就定死了一个搭配色，就不要变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黄黑皮的妹子，你非要穿蓝色，不行，谁都拦不住啊，你就这样搭配好了。我来上一下身吧。我每次穿这件衣服我都会想起一首歌，时光匆匆匆匆溜走，爷爷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呀奶奶那个时候，我也会变成个糟老头。我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就是很帅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是帅爆热，就很少年感好浓啊。然后就是这个洞有点大哈，就现在年轻人都很开放无所谓啊，但是如果是你很在乎，你觉得蛮害羞的，还是要在里面穿东西。OK， 特别招女生喜欢。如果你这样穿了的话，还是适合去找一个女朋友，帅到生活不能自理。
带这两件衣服，也要很骄傲的告诉你们，是我淘到的很便宜的衣服，因为我很喜欢露我的肩，好色情。我经常会买这种小方领的衣服，还有这种小 V 领的衣服。第一件就是这件白色的法式的收腰的，它在腰的这地方是做的整体的褶皱，所以说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怎么皱都无所谓，因为上身以后大家都会知道是你的这个腰的褶皱的部分的问题。这个衣服是普通的布料，但是它不会很硬，还是蛮亲肤的。不要看它现在其貌不扬啊，它上身超级好看，一穿我就觉得自己就是腰杆就要挺起来，就很有气质。因为我是一直穿 M 码，这件衣服 S 码我也可以穿，而且它不透，你好像看到它透，但是你上身以后真的不透。不要穿黑色的内衣啦，那你就是故意做对是吧。还有一件是这种方领花边的一个衬衣，也是做的褶皱的。做褶皱的太好了，我不用去烫开心。上面呢是有一点点花边，扣子是那种小珍珠。这两件衣服的话可以作为内搭，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薄，你看这件衣服小细孔透风的。袖子的部分就是这种花边，整体还是很简约的，简约一点好啊，简约一点好，搭配首饰啊，什么包包啊什么的。不管是配休闲裤、牛仔裤，还是说配那种半裙、短裙都很适合。这两件都是89块钱，不是那种很柔美的法式的风格，它也不是偏中性，就是有一点硬挺的感觉在里面。这个就是很优雅，相比起来，我觉得这件衣服会更百搭一些。在我是一个黄皮的时候，我是有一点不太喜欢白色的，我会觉得，哎，就是纯白色会把我衬得更加的没有气色。关键在你没有涂口红，那个时候我是大学嘛，然后没怎么化妆。其实白色它不只是一种纯白色，它有很多，比如说伊丽莎白、丝光白、珍珠光泽的那种白色。因为颜色真的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呈现的整体效果也不一样。白里面有点偏黄的哈，很多人都说是乳白色，其实它也有自己的名字，象牙白。象牙白就是很像你的牙齿的颜色，有一点点点点的淡黄色在里面，很小很小。象牙红，可能有一点带肤色了，粉色调在里面。荷花白比象牙红还要再红一点点，还有一种是象牙红偏黄，像其实很像我们亚洲人的肤色。这几种白色是很适合黄黑皮去的，纯白色不太适合。很多毛衣也是这几种颜色里面去挑出来，然后穿出来就很温柔、很大方、很得体。然后进入上身的部分啦。这件衣服呢，我配的是一个这样的，算是那种阔腿裤吧。你知道这条裤子我以前穿起来一点都不紧，现在开始紧了。我很喜欢它的褶皱，收了一下腰，而且白色的话真的比较好搭。木质的耳环配白色的衬衣，就是那种不好意思，我就是最有气质的那一个哦。如果你想甜美一点的话，也可以配这种有珍珠的，然后蝴蝶结什么的。白色的衣服也是那样，一定要分开洗啊，浅色和深色的要分开。OK， 这就是这一件啦。这件衣服为什么买它，就是因为我喜欢它这个小方领，上身非常的显瘦，就是我穿上去的话，我觉得它的复古感很浓，90年代的那种复古感。它这件衣服呢是褶皱的比较宽松的那种，特别是配这种耳环，姜黄色的耳环，整体就感觉很不一样，就是它穿上身上不会太冷，室内穿这个会有一点点的热。 OK， 下一件。其实我不太想和大家介绍这件裙子，但是呢，我是觉得它真的好好看呀，可能不太日常，对学生来说不太日常啊。它是一个长裙，它和刚才我说的那种带灰调的蓝色其实是它也是带灰调的蓝色，但是我更愿意把这种蓝色叫做空气蓝。这个蓝色就特别的温柔，这个裙尾有一点小小的荷叶，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肩带有点太长了，它这个料子上有点小小的褶皱。我很喜欢这种肌理，很适合贴身来穿，因为它非常修身，但是它是没有弹力的啊。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内衬，但是内衬特别的舒服，就是这种滑滑的内衬，但是它有静电，所以说你的腿毛可能会和它摩擦。这件衣服我先说一下我的穿着感受，如果你很胖，就像我这种年后就变胖了的人，我现在穿这个衣服都要勇气，因为它非常的贴身，会把你的胸部的曲线，然后你腰部的曲线，还有你臀部的曲线全部都露出来。如果说你的身材很丰满，把它露一点点出来就很美，隐隐约约的轮廓。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用啊，就是我可以把它挤得很那个什么，真的我可以的，我还是很适合那种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胸型，我不想去挤得如果穿吊带的衣服的话，我最关心的一点就是会不会露出我的副乳。对，
小胸也是有副乳的，这件衣服就不会完全不会露，它就会把它包合得很好，也不会起球。但是要注意啊，就是如果你被尖锐的东西勾勒的话会被勾破的，很滑，但是它又不是那种非常这种滑，然后它是有点粗糙感颗粒感在里面。如果你是一个骨架很小的妹子，穿这件衣服的话你就是仙女本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空气蓝色，蓝色嘛，蓝色是忧郁，这种空气蓝或者说是婴儿蓝的这种颜色，它是让人觉得很有舒适感的，它其实是一种安抚色，令人安静而温和。安抚色有很多种，浅黄色是安抚色，肉色也是安抚色，人畜无害，穿上去的话就是柔情似水。像这种颜色它是有膨胀效果的，所以说不适合小胖妞。这个颜色的话不太建议黄黑皮去穿，可它适合比较白皙的皮肤。像这种空气蓝的话，它不可避免的就是很有那种清新的感觉，所以说怎样去搭配让它更加的清新或者更加的出彩呢，那就是网纱，你知道吧，就是很仙的那种灰色的网纱、白色的网纱，它都是很清新的。比如说它是拼接的，裙摆是有一点网纱的，都很合适。好的，进入了上身的部分。这件衣服呢就是有点暴露哈，你只能穿乳贴或者是一些隐形的 bra， 你所有的真实分量都会暴露出来。注意穿这种衣服的话是一定要穿那种隐形痕的内裤，还有一点就是记着一定要收腹，不要收腹。哎呀，你看我现在特别丑。这衣服还是很喜欢的，但是呢我可能要减哈肥，这段时间我可能会把它当成一条睡裙。它有一个不太好的点，就是特别容易皱，千万不要把它扔在一旁，它受不了这样的挫折，很脆弱。但是这件衣服还是很显胖的，你看我，其实我不算胖啦，我现在是105斤，但是你看这个堆儿，如果你不是这种性格，然后你觉得这个太柔美的话，可以加一个小西装外套。 OK， 来了。这件衣服呢就是优点很多缺点很多，能够接受的很多，不能够接受的也很多，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然后觉得能不能穿出去，这个很重要啊！不要像我一样看到衣服觉得啊好漂亮好喜欢，然后结果穿不出去。穿了这个西装的话，你的肚子也可以解放一会儿。蓝色、白色，你会想到什么？对，就是那个，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水手服。这一身呢是我觉得春天穿搭的话还蛮合适的一个蓝白配色，它适合春天是因为它的面料，它面料是这样的，不同于刚才我推荐的两个，那两个太轻薄了，前面是这种水手领，后面也是，袖子上有一圈普通的塑料的扣子，裙子中间是没有腰带或者什么的，但是它上下做了褶皱的收腰，相对于比较修身，穿的话它会到你的膝盖的上方，所以说是一个短裙的一个款式，扣子就是那种几块钱的那种平常的扣子。它这件衣服是没有内衬的，最开始我以为它这个会比较厚，因为它的料子是灯芯绒的，第一次见这种很薄的灯芯绒。还有一个比较弊端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口袋，让你无所适从，店铺里面说这个灯芯绒是很亲肤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不是非常亲肤，就是它外面是亲肤的，但它里面这个料子真的有一点硬，最好是里面穿个内衬或者什么的。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水手服的这种领，我是窄肩型的人，你怎么去看你是窄肩还是宽肩呢？如果你的肩的边缘垂直下来是大于你屁股的边缘的话，你就是个宽肩的女孩，在你的屁股的垂直线的里面的话，那你就是个窄肩的人。肩宽的女孩尽量不要穿水手服的领。这件衣服是158，就是它可以满足你拍照好看这个愿望，你要说质量特别好的话很一般。 OK， 这就是这一件了，上身部分。那这一身我也很喜欢，我最喜欢的水手服，全身就是这样，然后配了一个小帽子，超级可爱的小帽子。它那个裙子有点短，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薄，它并不是你看到那种非常灯芯绒的那种，而且它这个袖子这个布料在身上是感受得到比较硬的。OK， 这一件就结束啦。接下来依然是学生党专区，穿这个蓝色的小马甲，也是那种所谓的盐系吧，
它是一个大的 V 字领嘛，然后下面是一个小扣子，也是那种塑料的黑色的小扣子，有点长，所以说你穿的时候可能往里面折一点。灰蓝色的 T 恤，这个 T 恤有点皱啊，但是它是那种很舒服的那种，就超级舒服，很像睡衣。这个 T 恤外面配这个马甲，再配上一个这样一个毛边的牛仔裙，也就是所谓的百搭的牛仔蓝。这个裙可能达到膝盖的地方，也不是非常长啊，这是一套配下来的，我觉得很好看。它可以扬长避短，因为这个浅色的牛仔裤会让你的屁股显得有点大，它这个马甲的话可以把你的屁股遮住一些，就不会显得大。这个马甲又很老气，搭一个这样的一个浅灰蓝色的一个 T 恤的话，就整体的话就很轻盈。这个一个学院派的女子，她这样穿着一套衣服，你不想那么的正经，可以休闲一点的话就穿那种像匡威啊，或者是运动鞋都可以。这个 T 恤是49，裙子是129，这个是149。它是之前说明了的，就是它所有的衣服都是剪了标签的，它都是没有这个的。介意的话，就真的不要去买这种衣服。它这个毛线就是很平常的毛线，就是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然后整体的感觉不是非常的软，这个是特别舒服的那种棉。我想配这一套嘛，我才会买这个裙子。如果说是单卖这个裙子给我看的话，我是不会买这条裙子的，因为浅色真的会把你的整个屁股的体积显大，所以说一般大家买这种包裙的话最好是买深色的。 OK， 我试给大家看这一套。它其实没有那么显胖，因为我的屁股本来就很大，但是它没有把我的屁股显得很大，我很喜欢这条裙子。 OK， 这一身结束啦。Broken dreams, broken dreams, hope you someday you save meSky is gray, sky is gray, but I'm dancing in the rainbow. Lip is pain, lip is pain, but you remember my name. Live a lie, live a lie, why don't you ask yourself why?Don't you open your eyes? Only the moon, right here in my glare. Only the creatures of the night were home alive with me. Mr. Stone,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The wind has blown me in the corner, and I hardly let it go. That's a story of you and me.